超级红的。我看到日本很多 YouTuber 就是尝试自己做珍珠，然后做什么珍珠炒饭啊，什么奇怪的珍珠料理，很多有的没的。我今天来体验看看。然后这边是在西门町，就是最近新开幕不久，然后听说很有名。叫抱抱夜茶，它其实这边除了饮料还有很多沙乌哎，而且这边柜子我觉得很漂亮。那我就先去来换一下工作服的，可以，大家换好了，现在变成店员的，我现在开始来做饮料的。大家知道这个珍珠是用什么做的吗？是木薯粉。这个啊，它沸粉了之后要先放糖。好，那我就先放下去咯。好，那放糖之后啊，还要再等它沸腾才可以放珍珠。这个可以搅拌一下吗？好。哇，我怕它喷出来不是很好搅拌耶。再等它滚一下再放，请问这样可以放吗？可以，okay, 好，我很担心哎，很怕做错。好，那我要再放这个珍珠下去喽，可以吗？好，一，哇、okay. 哇，怎么觉得好像那个动物的饲料的感觉？然后听说还不可以搅拌，要因为现在这个珍珠是沉下去的状态，听说要滚3分钟。然后才可以搅拌它，所以好像要先这样等它这样子。不知道它是不是会慢慢浮起来？现在有那个店员在旁边帮我监督，不然我可能很有可能就这样失败了。所以我现在可以搅拌了吗？可以 ，OK 了，好，搅拌，哇、哦，好奇妙的感觉哦，哇，这个很不像珍珠的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啊。真的就是好像吸狗水的狗屎，很像狗屎尿哎。那个以前小狗它在还是幼犬的时候，要泡水泡软才可以喂它吃，我想到那个画面。然后它会浮起来之后就可以开始计时，真的不知不觉浮起来嘞。然后要就计时30分钟，要大火熬煮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等待吧。待会再过来。的店员在等待煮珍珠的过程中，我还在这边休息偷懒。真的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煮珍珠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。它的这个等待的过程好多，就是你要等它熬煮啊，然后煮完又要焖锅啊，就是一直等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很闲，因为我也不会做其他的饮料，他们其他的饮料感觉好难喝。直接就专心做好珍珠奶茶就好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那这个要起锅了，焖完20分钟，来搅拌一下。哇！哇！哦，真的是那个珍珠哎，有看到吗？哇！哦，看到吗？哇！好，其实已经很香了哎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做饮料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挑战人生第一杯的豹纹波霸鲜奶，就是那个很漂亮的花纹的那个。我一直想说那个看起来做的就是感觉很困难，不知道我做的漂不漂亮。好，先试试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珍珠，煮好的珍珠，然后听说就是量匙，好像都这个馅的样子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饮料啊，这个珍珠的多寡也是一个艺术哎，因为它喝到最后一口都还可以有珍珠，就是应该是有量好这个比例的。好，大概就到这边，然后再来是放冰啊，不对，是这个，差点忘记，这个黑糖要20ml，对，所以这边对刚刚有量好，都放进去。啊，对了，我忘记了。我要挑战那个波霸豹纹鲜奶要刮壁，结果最重要的步骤我竟然忘记，我刚直接这样倒进去，真的太白痴了，这个就失败。我先把这边做好了，等一下再挑战第二杯。哦，这个就先站进去。
最重要的步骤竟然忘记，真的是太白痴了。好，好哦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冰块，冰块好像要到我这边。哇、哦，嗯，这样子吗？好，好，我怎么觉得我做的就是怎么办？我会不会太做的太差了？我真的第一次的体验。然后我觉得这是放牛奶。就是超级超级普通的珍珠奶茶，没有那个漂亮的花纹。我等一下再做做看，先做好，先熟悉一下那个整个流程。应该这样子吗？然后这样子放进去。哇，它会震动哎，笑笑，我以为是要按哎，啊，震动，笑笑，我也太不熟悉了吧，太白痴。好，哇，超级普通的珍珠奶茶，但是味道应该是好喝的，因为他们是用好的那个黑糖。对，这个我等一下自己好好享用，我先那个血让我血吃一下，要做第二杯，就是漂亮的花纹。好，我吃。好，那再一次，再第二杯。哎，等一下第二步骤。好，这个珍珠珍珠，对对对。好，羊齿。好，这样子羊齿。好，那这边都还很顺利，就是。问题是这个刚刚失败的，所以要20。喂，好啊，有一点点多，好，我先不要偷好了。好，我要关闭哦，等一下哦，可以吗？杯子拿斜的。啊，杯子拿斜的，这样子吗？哇，哇，等一下，这样对吗？哇，哇，我也不晓得这样子做的做起来会怎么样，好，应该这样子。好。好像会不会倒的太多啊？好，哎，这个冰块冰块差点，我不摔断掉，冰块，对不起，天哪，那个店家不可以给我顾哎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再来牛奶，赶快赶快。应该这样。欸，好像有比较像样一点点。好，赶快。好，我这次不会让大家吓到了。哦，喂，啊，有欸，有欸，那个漂亮的，哇，好感动哦，人生第一杯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子做的欸，好有趣哦，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可能没有做的那个他们的店员漂亮，但是比起这个好像稍微好一点。对，你是这个？哎，哦，这个是拿错了，应该是这个是，对，这个才是我刚做的，对，比较一下第一次跟第二次的，第二次稍微有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喝喝看好了。好，我人生第一次要送餐的，我好紧张哦，而且他是外国人。你好，呀，你好，乖乖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Yes, thank you. 好紧张哦，天哪！好紧张。好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这是人气的新餐厅，叫芒果什么？爆裂芒果冰沙，这个更好喝哎。我现在变回客人的样子，我来喝我自己做的珍珠奶茶的。对，可是因为刚刚那个花纹就是过了一阵子，它已经被融合掉了。喝一下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嘿，好嘞。没有擦好怎么办？我再重新的点好了。嘿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别了，我刚才好像搓的不够用力。你要拿上，你要拿上。帮哪个位置找？啊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果然是。果然是专业的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谢谢，我快递到太尴尬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结果我还要别人帮我搓，我太没用了。应该搅拌一下，哦，没有那个漂亮的搅拌，有漂亮的花纹。哇，你好开心哦，自己做的饮料自己喝。哎，应该是说自己的饮料自己做，对不对？是台湾流行的话吗？就是自己的什么什么自己来这样子。好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嗯，好喝。那珍珠好好吃哦。
哪，我也太会煮了吧？没有啦，不是我很会煮，是这边用的东西好好重，它很 Q 弹呢，而且它真的黑糖味很香，嗯，好好喝，那我甜度也刚好耶，好喝。嗯，那这边这家店叫爆爆裂茶，大家也可以来品尝这个好喝的饮料哦。那它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其他很多种，然后也有吃的，所以其实这边很适合就是下午茶当下午茶的地方来吃，我觉得也很适合的，因为这个我也是可以做。好，那我今天的第一次一日店长任务大功告成。好，那那个我们还有其他的尬聊。那如果觉得我们影片有趣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然后，平常也有用中日文，用 Facebook、Instagram 分享资讯，也请看看。还有我们的其他类别影片，也别忘了要订阅哦，要按铃铛才会有通知，才可以看得到影片。好，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。我一直在嚼，对不起，拜拜。